论到重启出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源与父同在，于显于我们，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，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。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，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能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小子们呐、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天下人的罪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烦。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，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在主里面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，在这。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。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灯光已经照耀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心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，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小子们呐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、啊。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生了那恶者。小子们呐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。们，因为你们认识是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生了那恶者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且神的教导，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这和世界和其中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最心生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小子们呐、啊，如今是末世的，你们曾听见说那的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的基督出来的。从此我们就知道，如今是末世的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；若是属我们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，前面都不是属我们的。你们从那生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，是从真理出来的。
谁是说谎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识胡玉芝，这就是敌基督化，不认识的就没有不认识的脸谱，也没有了。轮到你们，不要将那起初所听见的藏存在心里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乎里面。主所应许我们就是永生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们来的时候，在他们面前也不以惭愧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万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你看父神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的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。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的就是罪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轻易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有神圣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信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，反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的里面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缺乏的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够存在他的里面吗？小子们啊，我们要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上、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。是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的相爱。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的里面，神也住在他的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走心，总要思念那些灵是出一生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凡灵人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一生的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，凡灵不容耶稣就不是出一生，这是那的基督这的灵，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你们是属于神的，也生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，他们是说世界的，虽论世界的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我们是属神的，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，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渺望的灵来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出于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神在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别借着他的神，神爱我们的心在这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才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都已完全了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，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，凡人耶稣为神而死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，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都已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，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，凡爱他所他知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，我们若爱神就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的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，并且由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。原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这三样也都归于一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该领受的，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，信神儿子的就留着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
这见证就是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，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，这是真神也是永生。小子们呐，你们要自守远离偶像。